看到伊啊，拢带伫头前啊，今日伊在这所在，刚讲一个啊，足要紧的地方，大大有声叹力的生命啊，请送去黄牧师。各位尊贵的台湾人，大家平安。我讲尊贵，迄个尊，大家拢足悬足悬的。迄外省人爱讲高贵，伊迄就是官家啦。咱拢是人，伫神的面前，伫上帝面前。拢总是足尊贵的，但是就是有一挂人要甲咱糟蹋。不过神无欢喜，咱今仔日只来纪念少年一个好朋友。啊，逐摆想到伊吼，拢会流目屎。唔是唔通流目屎，流目屎流了有价值，流目屎对是有时阵是对一个价值的肯定，对不对？迄年，其实拄好有迄款的福气啦，吼！啊，机会，台南林宗正牧师伊做 UIM 带头负责迄一天出众的特殊召开长老，甲宗正牧师伫遐策划。啊，迄阵啊，我做牧师，甲地国的牧师，阮两个分两组，所以伫头前，阮的后壁。有足侪只个救灾人员，等下到总统府，我甲国教牧师甲林宗正牧师想讲要安怎好整队。等下伫迄个所在，我大声到，因为伫上头前，无疑误看到即个朋友阿华，对我甲国教牧师边啊过。因为我咧无闲，想讲要安怎整队，我就甲顶一个头，过迄个场面真严肃。真严肃的场面，阮也袂当伫遐，阁有啥物特别的讲话。但若甲点一个头，最后我看到伊的目色，无惊呀，充满了精神。当阮含国中开始刷落去，国中牧师要开始安怎调度时，轰一个，阮两个额头袂赴啊，已经趴伫迄个铁线网仔顶。阮含地国的牧师，阮两个较近，阮两个咱就跪下来。这么伟大的台湾人，肯为着台湾人的尊贵、台湾人的价值，亲像一粒种子，拄只王老师讲，爱献出来，爱传出去。所以我今日讲的题目就是：充满了生命、生命力的传力。这款的快乐对人来讲真要紧，因为人有一个先天上介好的，就是会晓学习，然后知影好歹，这就是上天给咱上介宝贵甲价值。拄则有读一位圣经讲，上帝的使者伫迄个刺皮中间，迄、那个草刺刺皮中间的火咧倒。但是咧，迄张刺皮无烧了去，无倒了去，迄是一个真大、真要紧的上帝咧甲人讲的困难。世间有真侪物件用得了、食得了，啊无就烂去、歹去。干那人迄款价值尊贵的外命，永远流传落去。但是再传出去，爱讲。爱传，予人知影这个价值，予人知影这个历史，知影这个事实，啊，实在是真可惜啦吼。迄、那个代志了两冬，我1991年，我都有机会去美国读册啦。伫芝加哥同乡会中间，我来讲起这个阿华伊个代志。在座迄个时阵，底下差不多200-300个人，无超过5人知影讲有这个代志。伫地南洋先生。出动的时间，够一个点火献身，为着台湾来牺牲的詹应华兄弟。我讲了的是在场300多个台湾人动用，伫芝加哥才动用，无一个无流目屎啦。唔是干那流目屎呢，迄个流目屎激起大家的意志。台湾人就是爱亲像安尼，追求尊严，追求价值。
追求代代世传，加做自由的国民、自由的国家，这就是咱上界大的愿望。这个是上天给咱的，上天赏赐咱的，不是什么人给咱的。同款的，佮经过一段时间，两千年，我有机会去到澳洲维也纳。在那个所在做短期的牧师，也拄拄好有机会参加遐个冬泳会。迄个所在冬泳会的人较少，百外个人。同款，我伫遐咧讲起阿华的代志，伊原无几个知影，当因听了，伊原伫个所在流目屎。嘛是，我就是安尼甲因做伙来互相鼓励。咱做一个台湾人是尊贵的。是上天上帝要予咱这块土地，台湾这么水，阁会当建立更好的国家，来予咱的子子孙孙才徛起，这是真正真重要的。不过需要政治，需要一款有心的台湾人，神予万民拢会生团，啊，那个生团敢若外表肉体的生团，也无啥物货啦。啊，台湾人足牛哦。咱遮老做世人，也是讲咱大家当共同体会。咱吼，干那山啊，着几啊种，土山啊，爱文、玉文、凯度、海顿、香山，拢总是山啊。毋过，各位乡亲，各种山啊，气味有共无？你干那看到山啊，你若要甲伊食，要甲伊欣赏。迄、那个味无味出来，伊个甜甲伊个芳味，迄、那个甜甲芳味是啥物？是超越过看会到迄个体。政治就是安尼，一粒政治，咱毋通看伊是一粒物件，伊内底迄个精神的气力，迄、那个看袂到生命的能力，就是安尼弹出来。所以咱台湾话有一句讲：毋惊旱钱，毋惊落土烂。只求技巧代代传，足侪台湾人拢要讲这句话，但是头前咱想看卖啊，啥物人要落土？头先老师讲啊，是啥物人讲的？咱真侪勇敢的台湾人前辈，已经大声咱上山头啊！但是伊毋是敢若上山头尔尔，因留落来迄、那个，我咧讲迄款的政治内底迄个生命，迄、那个是非常有力的啊！就是耶稣后来，咱读路加福音这个所在讲，一粒种子若要落伫土里来死，就袂当结实济济，有30倍，有90倍，这款的成果。啊，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，做伙来笑念咱的阿华，唔是干纪念，是咱朋友，唔是感觉阿华介真好，咱搁较要紧，敢唔是得甲阿华这款的精神继续甲传落去？咱家己爱有，亲像阿华无自私欢喜奉献，伫阮基督教信仰讲，这个做用活命来做祭，甲家己献起哩，放伫祭坛顶面来烧。咱嘛是爱安尼啦，若无咱哩一代一代要安怎？去互毋知要安怎讲的，即个人甲咱教到咱哩一代，安怎？自私。爱钱，不过这不是咱的本性。咱是非常单纯、三听、互相帮衬、搁会烧经的台湾人。这是咱的价值，这是阿华的精神。伊已经献祭啊，亲像一粒马，已经落土啊。后来一代一代，咱有责任啊，搁这个责任。唔是干咱拍拼，是上天甲咱祝福的，上帝祝福的。因为上帝就是爱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国家，自由、民主、独立，都有尊贵的人，这才是幸福的国家。每一个人无同款的能力，拄则我讲的，山啊，爱文有爱文的芳，海顿有海顿的芳，看起来是山啊。每一种的质都有，台湾人每一种好的质，就是咱生命的困难，咱这款的丰盛的生命，
爱拖落去，一代一代落去，咱的国家就充满了幸福、快乐、甲愿望。现在呢，努力中啊，打拼的中间啊，咱家己打拼以外，需要上天祝福，需要神帮助咱，啊，神一定帮助咱的，因为这是伊爱的。伊爱咱，真正就是有这款的气力，会当起造这款的国家。所以呢，唔只带犹太人出来去，犹太人伫遐去做奴才啊！啊，倒啊，伫遐有通去食倒啊，有通去住倒啊，但是无自由啊，无自由啊！埃及人欺负因啊，上天无爱，上帝无爱，所以有派摩西带因出来去。头先阿你讲起。刺皮烧烧未去，就是予摩西看，唔免惊。你家你家你本身献出来，为着你的民族犹太人。今仔日，咱已经有真侪前辈，包括咱已经捌的这些前辈，一个一个把因的生命贡献出来，迄、那个生命的力、价值、尊严的气力，台湾人的品质已经献出来，过来就着咱啦。咱照安尼做了。人就会恶，咱照安尼行了后，人就会恶。啊，唔是干用讲的，咱大家做来做，做了上天就帮助咱，佮祝福咱。我今日就用安尼短短，甲咱三个做来分享，加嘛来笑脸一个好朋友阿华，佮甲咱所有尊贵的台湾人做来努力，做来鼓励，做来行这条。建立自由、民主、有价值、尊贵的台湾国，多谢。咱做来祈祷。伫天的神，阮的上帝，阮知影你爱的人有尊贵、有价值，就是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人权三听。人就甲动物无共款。伫这款经营所起造的国家，是你欢喜的，佮会祝福的。但阮台湾真正爱打拼努力。目前伫全世界也阁袂当予人甲阮尊重，看作一个国家，所以阮爱更加坚强，更加实在，甲台湾人毋是干呐外表体格会好，搁再内在真正公义、三听、和好、和平，即款人的本质传出去，一代一代到永远。相信最后上帝神力会帮助阮起造即款的国家。在这款的国家下面，我们就会当看见迄款的美丽、水、搁和好的国家，我们的心真正羡慕、热爱。所以，我们要努力、要打拼，求神你的气力、上帝你的气力，在我们每一人的顶面，让我们大家人有心做这款的政治，一代一代传落去，这款的生命有力的三传、三线。是你所祝福的，求你引导我，求你帮助我，我安尼祈祷，拢是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